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为大家带来更多社会资讯。猪肉因为之前猪瘟的影响，目前成猪数量明显减少，所以价格现在也是急剧上升，但我们不能因为食材价格过高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。不过也有不少的呼声在喊着肉类实在是太贵了，要吃不起了。但最近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，在四川一个街边卖猪肉的摊子上，男子趁摊主不在就准备偷肉，当他伸手的时候发现前后都有行人，但是手已经伸出去了，错过这个机会可就不好再下手，于是顾不得前后都有行人，便直接抓了一块猪肉揣进了裤兜里。据监控显示，男子左右看了一下之后，迅速拿起一块猪肉塞进裤口袋里，随后马上掂了掂裤口袋，转了一下上衣盖住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。事发后不久便被曝光，所以不要觉得摊位上没有卖家就顺手牵羊。虽说现在的猪肉是贵了一点，但是几十块的猪肉就这样放进口袋，也太埋汰了吧？大家伙觉得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